歌手张宇曾演唱《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》等歌曲走红，担任过超级星光大道评审，近年来多在内地发展，参赛《我是歌手》担任选秀节目评审。30日凌晨，张宇忽然在微博宣布开始入行以来第一次的无限期停工，又感叹说累了，力不从心了，让粉丝十分吃惊。张宇30日凌晨结束录影后有感而发，宣布停工，结束今天的录影了，开始入行以来第一次的无限期停工，突然想说些什么又觉得矫情。是啊，我从来不洒脱，所以才要装得很洒脱，累了，力不从心了，希望你们能明白。以创作艺人身份立足歌坛的张宇，自出道至今一直都有稳定的市场销量和创作口碑，从用心良苦到一言难尽，从消息到月亮太阳，爆发力又兼具细腻情感，是与世情歌的标牌生命。虽然并非张宇唱的那么如泣如泣，但他的每首歌似乎均可拼凑昨天某一个时期某个特定情节。虽然音乐的潮流随着新时代出炉一直在变，但张宇的创作风格并不随波逐流，用情歌满足人们泪中带笑、自寻烦恼的爱情百态。